OK，开始录影喽。刚刚吴家章要进来，结果不，我刚好按录影，他又不见了。你把他踢掉了。我还没有压他就不见了呢。好，来，都要是6月25号星期五第三节哈，一样是我们校园导览的国画课程。那、啊、我们上次我们就接续上礼拜的进度，就是沙古拉阅读广场哈。好，所以我要问一下，那个沙古拉的日文怎么念？我不知道。沙库拉忘记了，沙库拉就是沙库拉，所以读了沙库拉，沙古拉阅读广场，好、哦、好，这是我们上礼拜背的哈、哦，紫色是我们上礼拜背的，那我们就请小朋友呢再来念一次，好，紫色的部分来背，请，来一起念呢，沙古拉，没看清楚，名称又，没看清楚，这样可以吗？好好，预备，请。沙古拉的名称是因为这本身又是种了100亿美丽的樱花树，樱花树的日语就是沙古拉。好，然后第二段黑色的部分，好，预备，请。这里壁，墙壁上的镶嵌画，镶嵌画是由全校幼儿园及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共同完成的。OK， 好，来，那我们现在来看哈，这是老师早上去拍的，好，这是老师早上拍的。好，你会看到呢，哈、哦，这是我们新的图书馆，对不对？好、哦，那我们是有8张画，但是目前只剩下3张。好、哦，那第一张呢，我没有办法拍，因为它都被压住了，所以我就拍了这2张。这个就是镶嵌画，好、哦，所以镶嵌画就是它把那个，那叫什么？壁砖呐、啊，对对对，类似像壁砖的这个东西，把它敲成小块小块的，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贴上去，这叫做镶贴画，念字。镶贴画。好，所以呢，哈，你就会看到，其实呢，我们做镶贴画的时候啊，如果可以把，比如说这棵树是咖啡色，对不对？如果用不同颜色的咖啡来拼这棵树的话，效果会更好看。那现在我有问题哦，好，来，这是全校师生、幼儿园及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呐、啊。好，所以为什么他特别讲这样子呢？全校师生，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为什么他特别这样写？好，我们看一下呢，他这个当时做。阅读广场，沙古拉阅读广场的部分哈，好，他们当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是10年以前了，哈，当时哈，所以记得是当时啊，吴家章进来了 ，Hello， 吴家章，请你开镜头，我打电话给他才进来，老师啊，我刚打了没有、欸？我知道，因为我刚刚本来要录影，然后你刚好进来，然后我就按了，你就没有，你就退出。老师，我打电话给他，他才进来的呢。哦，好，没关系，因为今天5年级上用这个会议室上课比较久，所以你们有提早进来的啊，我只能按一直拒绝加入这样子，所以可能我拒绝太多次，你们就进不来了。哦，但是那个。有很早呢，有人9点多啊，还第一节课就给我进会议室，是谁？我，因为老师，你为什么那么早进来？老师说那个啊，老师说都要，然后所以我第一节就进来了。哦，好，来我们，我10点16分14分进来。对，恩惠的时间是比较 OK 啦，但是因为今天他们上课真的比较久，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你们提早进来。好，好，那我们老师在录影哪里进？对，来，我们到时候就是全世界的都看到他这个牙齿，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来，当时哈，就请全校的学生哈，那个时候十年以前哈，那时候全校的学生选出几个，几个，几个来，几个看看看，上面有写，上面有写，几个？八个，八个，对。八个，当时候请他们选八个他们觉得学校最有特色的景点，然后呢各班再自行挑选一个景点，然后去然后画，就去画画画这个景点，所以它叫画出草稿，画出，对，就是比如说，好，我们来猜猜看哈，来，你们知道第二张图，这一张图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来猜猜看，来举手，好，或是你直接开麦克风，你看得出来这张图是哪里吗？这是我们学校的景点哦。来来，你就直接开麦克风讲就好了。六滑梯旁边那个吗？石头六滑梯那边那个？石头六滑梯旁边那个吗？对，厨房前面。对，没错，这个是大树广场，有没有？这个十年以前的大树广场，跟你现在看的大树广场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因为那时候树还在哦，你看那时候树还在哦，现在已经没有树了，现在是一个一个像形象，好，它就是用做成像复兴区那个盛产的竹子的形象，所以不一样了，就是大树广场哈，所以那时候他们选哈，每个人比如说他选了这个大树广场之后呢，好，四年级全班的小朋友每个人都画大树广场，然后画完了之后就来挑一个，哎，其中画的不错的那一张，然后开始用他的图稿去弄这个瓷砖，然后敲碎，然后再来贴贴贴，这个就是箱贴画。好，我们那时候做的箱贴画，所以十年前的好不一样。那你们可不可以再猜猜看？来猜猜看，你觉得这一幅画，第一幅画是谁？啊，我们先来猜猜看，你觉得第一幅画是谁做的？好，当时候做的对象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这样是六个班，对不对？然后在一个幼儿园，然后在一个办公室的行政老师，你猜猜看这是谁做的？二年级。二年级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二年级还有没有答案？来，每个人都猜一下好了。那个俊佑说二年级。等一下，恩惠说幼儿园，家章呢？六年级哦。六年级，然后四年级。四年级，家燕。家燕，你觉得是几年级？你用讲的还是用笔的？我有点看，我只看到你的手指头，那个是一的意思吗？好，一年级。来，张星辰，请把你的魔术方块收起来。现在是上课时间。好，好，这个呢，我印象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年级。不，对不起，幼儿园的，这是幼儿园的作品。好，所以你看啊，幼儿园的作品感觉就怎么样？你说第一张吗？对对对，就第一张幼儿园的作品，感觉那个画。那个颜色就比较多，而且就画风比较可爱这样子哦。好，来，所以呢，好，这个一样哈，就幼儿园的作品。然后这一张我真的有点忘记了。然后下一次哈，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再来找那八张，好，是谁做的，哪一班做的，我们来猜猜看看你们有没有猜对。好，那目前我只拍得到两张，好，这是我早上马上去拍的。来。请问你好，然后来他们找出来画出草稿之后，就从中挑选最好的作品，然后来做各班主题的定稿。好，之后全体总动员，就是全校哦，我们那一阵子哦，有美劳课，或是只要上课，比如说我们数学课可能今天上30分钟，提早10分钟。都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去贴，好，每个班就是一直去完成这张画，很大张哦，它是铺在地板上的，然后，
可能应该是，可能就像你们六个人的座位合在一起那么大张。哦，所以很好玩的那一次那个美劳课就很好玩。好，好，然后呢，我要请你分享，今天只有这两张啦，你喜欢哪一幅作品呢？为什么？我要请大家来分享。好，谁想先说呢？有啊，李俊佑，好，李俊佑来。大树。大树广场，好，那然后你们讲说你为什么喜欢大树广场哈？好，来，那里可以在那里玩。大树广场可以在那边玩哈。你最喜欢的作品就是，所以你是喜欢这个作品，李君佑，所以你是喜欢这个作品还是喜欢这个景点？作品哦，好，来。那接下来来换谁分享了？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作品？好，张星辰，好，张星辰，第二个大树广场。好，为什么？他画的地板五彩缤纷的。五彩缤纷哦，他的地板五彩缤纷，很好，好。哦，太棒了，讲得好棒哦！老师，好，来，恩惠老师，你可以给我，老师，我可以给五分钟去上厕所。好，你赶快去哈。来，那个家章，那家章先说，你喜欢哪一个，哪一幅作品？大树。大树广场哈，为什么？因为它有树。因为它有树，好酷的一个答案，它有树。好，家燕呢？家燕喜欢哪一个？第二张，也是大树广场。大树广场吗？哦，好，为什么？因为可以在那里乘凉，还有练习，可以在那边乘凉，好聊天，好 OK， 好，很好，好。那所以，你们都比较喜欢大树广场呢？恩惠喜欢哪一个？幼稚园旁边那个。哦，为什么？哈？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有想象力吧？他们很有想象力，很好。其实艺术就是一个想象力哈，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好，你怎么呈现出来，让大家觉得哇，好特别哦，哈，与众不同这样子。好，好，好，那你们。你们让我很讶异耶！我本来以为你们会很多人选幼儿园的这个作品，好，因为我是觉得很可爱啦，好，然后颜色又很多，好，但是刚刚星辰给我一个回馈很好，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大树广场，是因为他颜色也很多啊，真的呢，好，之前我可能重点都在。我重点可能都在这棵树，然后没有注意到说它的地板，所以它每个人看到的重点都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哈，我们这一节课，我们先让你好把这一段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我们这一段我们来可以把它背诵起来哈。这是我们导览的第二段哈，当时先请全校学生选出八个最具，我们来把这一段是不是很长，对不对？你说全部吗？对，这一段很长，我们可不可以先在下课之前呢，先想办法把这一段可以让它变成三行？三行？对，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让它先删掉。然后因为这是当时，我还想要加一个，老师还想要加一个，那现在呢？好，那现在呢？所以我想把当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合作，变成三行左右就好了？可以吧？我猜。好，来，那我们可以哪一边让他做，可能先给他做删除。比如说，我可能觉得，
好，比如说我觉得这样好了。好，你们是看得到吗？哦，对对对对对，好，来，比如说我觉得是这一句可能可以不用哈、哦。当学生请全校学生选出八个最，那是谁要放音乐那么大声？虾米人？好，校园景点后由各班自行挑选一个景点来当做各班主题的定稿。哎，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可以吗？赞你，可以吗？老师再讲一次。我说这前面这四行哈、哦，我把中间第三行先删掉，好、哦，然后所以它这一段就会变成当时先请全校学生挑选出八个最具特色的校园景点后，由各班自行挑选一个景点来当做各班主题的定稿，这样子可以吗？你大家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 OK 的话，请你帮我在讯息栏这边喊个加，就写个一，就这样子。老师，嗯，好，恩惠怎么样？那个，哦，等我一下，那个是什么？那个当时请先可以改掉吗？可以啊，可以删掉就好，把先字删掉，是不是？对，好，可以，没有问题，哦。好，那我把这一段，比如说我在这边，好，来再删掉一下。好，我把这一段做一个整理。好像之后这个不要删哦，这样子删就有点怪怪的。老师，我怎么听到有人在玩贪吃蛇？好，哎，这样可以吗？三行，有没有三行？好不好？好，所以现在是11分，10:11，那请你们先把这三行背完，好吗？这三行背一下哈、哦，那你的字稍微有一些些差别是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不要差太多哈、哦。那这先请你背完哦。那你们先把荧幕关掉，我们11:20，好吧？11:20，可以。好、哦、好，11:20我们再背哈。拜拜。好，那我们就是到11:20，就请小朋友来把这一段刚刚我们修正的第二段，好，来做背诵的动作。好，开始。来，赖俊成帮忙。